首先要感谢妇女组今天那么能够邀请我来这里。其实我说啊，妇女组的风水特别好，第一届到七届到第七届，所有退休包括现任的大家都是健康，所有的都健在的，有些已经到了90岁了，所以要长命百岁，一定要成为马华妇女组的全国主席。那么明天今天晚上睡得着，明天起得着，那么希望呢我们明天的大会能够顺利的进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